刘宪华，62岁，长春一汽四环退休，工资2400元，有双保，住房面积60平米。这得先跳几分钟啊？就这一会儿。就一会儿啊？嗯。我们锻炼啥的呀？就天天让我们做操，就管肩周了啥的啊。每天跳一点点，就是他发视频完了、我有时候在家就自己锻炼啥，没意思，冬天在家就自己锻炼啊。刘大姐没事的时候关注健康养生的微信群，除了必听的养生小屋里咱们屋不吃的太呛了。刘大姐爱去养生馆不单单是为了健康，因为那里人啊大多都是同龄人，大家能在一起聊聊天，还有一点啊就是顺便还能领点东西回家。刘姐你这咋这么多这么多这都是啊，这是对，还有餐巾纸，这就是买东西，就是我们上李老板开会领的。这你这没少领吧？这得使到啥时候去？就慢慢用吧。领卫生纸还领啥？就是米面啥的。还有面呢？那不面不都是吗？哪个是啊？盒里的。这外边这饺子粉呢、啊、小麦粉啊，不都是你看看完了，这些玩意儿燕麦啊，对，饺子粉，对，就这玩意儿没了。你这一箱不都是，反正有些红豆绿豆啥的就留着做饭，就蒸豆包啥的。刘姐呀，对，这也全是啊。对，这个是饼子，也是这大米啊。你这能吃了吗？不得生虫子呀。这不都是，这就这点，这些是杂粮，底下可能有面有米。吃不动了，我一个人吃不动，就有时候就给他们，给我哥他们，反正我家他们都去，因为我们哥们我嫂们都去。2年不用领。哎呀，这都挺多的，来了给我姑娘还拿回那些呢，反正过日子反正啥不缺。过日子啥不缺呀、不缺。那不缺吗？就缺个人儿，啥。就是啥也不缺了，就是我说生活上啥也不缺。啥也不缺，真的。